哈，哈，哈！哇哈，好有气势啊！你会发现我越来越多那个音效了，有有有， yeah, 因为这些背影都很重量级。好，刚刚金姐，接下来这一位，请听听她的声音。梦想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梦想却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嗯，他给我感觉他常常很多动力，他做什么东西呢都很有动力。我们欢迎他走出我们的星光隧道，入围我们二十大的第七位，我们要恭喜刘玲玲，恭喜恭喜！怕江鬼，怕江鬼！恭喜玲玲姐来到中间，欢迎玲玲姐。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你好，恭喜恭喜！你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玲玲姐一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整个现场又更亮了，真的哎。Yeah, 而且玲玲姐，老实说，过去的一整年，我们也常常看到你啦，电视上啦，广告，你出镜率好高哦。而且经典到现在，人家看到你应该都说怕江伯，怕江伯吧？对呀、啊，连那个小朋友一看到我就会，安迪。他降不他降不太可爱了，所以那种小至六岁哈，是、啊、大至八十岁哈，大家都会为你投票了这次。但是我真的很感恩呐、啊，因为我是快乐的人嘛、嗯，所以他们看到我就快乐啊，快乐就对了。是，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多投呢这个玲玲姐一票哈，有什么要跟你的粉丝讲的吗？我呢，你投我一票，嗯，你就会健康；你再投我一票。你就会好运，你再投我一票，你就长寿；他再投我一票，他就平安。哇，惨了，一定要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，投了。OK 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今年我已经一次没有拿到，嗯，很可怜，那一年没有拿到任何一座，是只拿到一座，嗯，家里座，家里座，做你的太座这样子。所以这次。现在有疫情、嗯、所以有东西就要拿、嗯、不要管了，拿了现在算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呢这次也可以让呢玲玲姐有机会上台拿到完这样子。先预祝你可以上台，谢谢玲玲姐。